他首次参加三分球大赛，来自桃园永丰云豹，杜安高伟。好，展现你们最阳光灿烂的笑容，摆出帅气射手 pose。 好，一起看向前方中间镜头。I hope myself to win a three-point contest because I gotta be great for all the big men worldwide, especially here in Taiwan. 呢，联盟中的顶尖射手几乎都在这场三分球大赛之中了。我个人是比较希望 Howard 进到最后的决赛，因为这样子是最有爆点的了。 是，好，那被看好的会不会有压力呢？因为整场他在 warming up 热身的时候，好，接下来是 Superman 霍华德，万众瞩目，对 NBA 是不太一样。看看 Howard，开始他的投篮，22分才是他的门槛，他必须要来超过李奇伟。好，首次来参加这样的三分球大赛，真的是。 感觉上好像稍微放慢速度了哦。嗯，其实 Howard 的出手并不算不好，所以他现在应该就是要去抓到他的手感。好 ，Big Three 没有进，现在进入到谷顶位置，拿下了一个球，五分，拿下六分，七分，有谷顶最准的九分。 十二，刚刚那个球是一球三分的。好，他在左边是撸脚放，money ball，一球两分。好，时间结束，所以最后并没有把球给投完了哈。 因为好人，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Oh yeah, I shot a lot, but you know I'm missing tonight. But it's okay. I'm glad to be here. Glad that all the fans here in Taiwan came out to support our league, and we're just happy to have all you guys.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好，霍华德遭到淘汰。哇，真的是超级精彩！希望欧尼尔不要第三，好不好？因为他还赢了两个本土球员，不要这样，不讲这个。